警方模拟演练，手持盾牌，将企图抢轿的民众不断地往外推，并以优势的警力逮捕带头滋事的分子。大甲妈祖即将在5号的深夜起驾，前往新港的奉天宫。绕境队伍7号会从西罗大桥进入云林县，途中将两度进驻西罗的福兴宫，跟二轮、五尾、土库以及园长等乡镇的66间宫庙进行交流。为了因应可能发生的突发暴力事件，警方特别成立了特殊警力护教大队，特别遴选14名在教导各项警察战技及执勤技巧的训练教官及助教，那另外又有遴选7名具备反恐能力及打击犯罪的霹雳小组，合计21名组成特殊警力的护教大队。这21名的特殊警力护教大队都是具有反恐以及打击暴力犯罪专长的警员共同组成，并且结合西罗分局的警力一起执行护教的勤务。本次我们云林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神教路辖的安全维护的重点会放置在西罗大桥南端。警方表示会在容易延伸抢轿冲突的地点强化安全维护，部署警力防止暴力行为，以确保绕境的秩序和民众的安全。民视新闻蔡松林云林报道。